来看哦，这也是发生在今年的事情，这是在中和。有一个社区呢，就有一个人呢，他投资客，他买了这个社区的其中一户房子，然后呢，他就开始去做把这个房屋里面做改建，他要改成很多出租套房，然后往去租嘛，然后日也装修，夜也装修，因此呢，现在就成为大家邻居眼中的麻烦人物，就疑似检举他，检举的话他都不能够再装修了。他这样子俩起来，他生气哦，他就呢向这个邻居示威。他你看画面上，他把这个厨余哦，就沿着这个楼梯间一路泼，一路泼，一路泼。而且呢，他不止泼厨余，还会喷杀虫剂在这边到处喷喷喷喷，甚至有小朋友啊，就是闻到这杀虫剂都引起了过敏。像这样子恶邻居，真的拿他没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邻居去跟他道德劝说你不要这样子的时候，他说啊，不然你能给我买回去啊？我这个房子我不要，你买回去我就不这样继续恶搞。所以呢，邻居为了制止他，那又所以才会特别是大家集资装了这个监视器，现在总算有这个画面在啦，然后告上警局。现在这件事情还在协调，还在处理中，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。哎，这很麻烦呢。这你如果说上面的住户的话呢，邻居的住户的话，他是住到这样子的人的话，你直接大概也就只能告上法院啦。嗯，没有没有，其实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哈。我们的公寓大家管理条例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叫做恶邻条款。对，哦，当你住户没有遵守这个社区规约，违约的情节重大，第一个，这个管委会当然促请他改善嘛哈。那这个住户如果在三个月内还没有改善的话，事情就严重喽。好，当你住户没有遵守这个社区规约，违约的情节重大，第一个，这个管委会当然促请他改善嘛哈。那这个住户如果在三个月内还没有改善的话，事情就严重喽。哈，这个区分所有权人会议说，经过这个区权人呐，区分所有权人会议了哈，通过的话，那当然那个要求比例比较高，就说一般要三分之二的人出席。然后出席人四分之三通过哦，那通过什么呢？就可以叫如果这个这个住户他是房客的话，可以请他搬走。好，如果他不是房客是屋主哦，甚至可以强迫他把这个房子就是拍卖掉。嗯，哦，所以恶邻条款甚至可以把我们的邻居啊，就把那个房子就卖掉啊，然后就搬走哦。只是这个在实务上一般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说你要经过区权人会议通过嘛，哈。就现在主持人在上面讲嘛，啊，这个邻居啊，泼厨余啊，然后喷这个杀虫剂啊，各位邻居同不同意哈？我们现在经过这个区权会议通过恶邻条款，逼他把那个房子卖掉啊，谁敢那个举手？啊，所以有时候那个法律是这样规定没有错哦，可是你实务上真的要通过这个法律的话，就会变得比较困难了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说隔壁的邻居为了要买他那一户，然后呢日夜呢就在那边扰邻，扰邻的方式的话呢，他是怎样？然后音乐放非常的大声，然后呢就把隔壁的人吵到那个吵到不行，然后他在找中介呢去跟隔壁人讲说你要不要卖你的房子，他说我旁边碰到了一个恶邻，我干脆呢赶快把房子给卖掉，像这种他本来用很便宜的方式把它买下来，对，不会是所有权难做这种事情，对，反而是邻居比较会去常做这种事情，因为邻居可能要买他的房子，所以就该把它弄得很脏，这样很乱，然后让你房子就是你要赶快把它贱卖掉这样子。不过说实在，一般的社区说这个邻居就是泼着什么厨余，那个都太严重了。但是的确很多社区我们都遇到相同的情形啊，有没有？你的邻居很喜欢唱歌，问题偏偏又唱得很难听这样，对，那我们就很痛苦了啊。不然就是这个夫妻情侣吵架，还有那个半夜会有那个恩爱的那个声音哦，所以这个噪音其实有各种的来源哦。我们这边告诉大家，其实有三个方法来保护自己。法律都是讲求那个证据嘛哦。第一个，我们要有那个书证，所以我们一旦发现噪音，其实可以找那个警察跟那个环保局，因为这个是他们管理的这个事务嘛哈。然后第二个就是，我们要找人证啊，就那个里长比较热心嘛哦，不然就总干事。邻居管理员，拜托来处理，听一下那个我被隔壁那个唱歌吵成这样，那有书证人证之外，最好要自行准备那个录音的器具，把那个声音录下来，就会有一个那个物证的量。那这就是恶邻吗？就可以当做恶邻的证据，应该是说，然后可以把起了这三个官司都不一定打得赢，但是没被一定打不赢。对，但是一般它的程序是真的要环保局来你们家里面装设那个分贝器，还有不同的分区、不同的时间超过这个。